为深高看世界，看见新深高，嘴之面顶的深高。走啦！欢迎收听《秘密之一》，我爱深沟。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集的《我爱深沟》的农村广播节目。我是会晓讲台语就讲台语，袂晓讲台语就讲华语的林大美。自从顶礼拜播出翁阿婆冤家的新闻了后，有真侪人真好奇伫咧问：嘿，到底是倒一口罩发生的代志啊？大家都安尼又来又去，原来唔呐一家伙伫咧冤，大家拢变成嫌疑犯、嫌疑犯。所以本台认为，事实是虾米人无重要，翁阿婆会冤买好好较重要。不要吵嘛，大家都是好朋友啊，两个人在一起那么久了，吵架是很正常的事啊。哎呦，冤家大家拢嘛会，啊，迄册啊有人讲等册，后过等较细本的就好啊，对吧？吼。这个人是一个真够挑拨离间。再过来给人搜头秀秀的新闻台。说了来是有当时买偷懒的狗仔 over 电文社提供的消息。后礼拜六8月20号 ，Stay 旅人书店的创办人素九要伫咧宜兰古城碧霞宫头前，甲路封起来办夜市啊。到时阵，深沟有真侪小龙买来遮摆摊到老日。讲到宜兰古城，以前有真侪做小卖的市场，将四周围的农村生产的农产品拢汇集起来。人一个多，不管是要拜拜、要食面、要 party， 或者是要买农具、市场等等，拢是因为农民的需要，煞一间啊一间一直开。所以宜兰古城，予人的感觉较无像是一个城市，反倒像一个农村聚落的延伸。比如说你把深沟五岔路口放大变十倍，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体会古早农村社会赶市场的热闹气氛，还要记得哦，8月20日后礼拜六下午3点到7点一定要来宜兰的古城区铁佗哦。唔呐，会当逛街买物件、食物件，阁会当看免钱的电影，就伫咧碧霞宫头前。详细活动资料，咱卖公布伫秘密之音网站。啊，真的吗 ？Over 提供的另外一个消息是，小间蔬菜边仔的菜园，去年发生11只鸡啊，互狗咬了了的代志了后，头家娘都唔管阁饲鸡啊，毕竟饲遐尼久嘛是有感情的。原本饲个肥肥嘟嘟，想要抬来吃的，却予乌狗硬去配，心里有阴影啊。不过最近头家娘想要饲鸡的信心阁恢复啊。想吃鸡腿就说嘛。已经上准一个饲鸡的好所在，即摆饲的品种是高筋鸡、九斤鸡，意思是大汉了后会有高筋重哦。而且听讲是以为不一致准做白斩鸡超好吃。那是乌狗听到这个节目，相信伊嘛会真期待鸡啊平安大汉，秘伫咧小间蔬菜的墙围啊边，等个又肥又嫩的那一天。唔过大秘有话想要坦白甲乌狗讲，头家娘饲的鸡总共有10只。以后是会提来农民食堂加菜的，小农想到对老嘴烂的小农共识时间，你敢会当手下留情？其实电文社社长猫饲两只哦，伊是饲来耍的。乌狗，你若是要找鸡仔佚佗，会记你社长迄两只有好名，你若要找因就好啊，好不好？一只叫做激情，另外一只叫做激动，即马要阁少细只的，真高水呢。来嘛！来嘛，来找 Over 的小鸡玩嘛！新闻最后是独家奉上好听的歌曲，这位歌手是今年4岁的中日混血小男孩乐乐。顶几天，伊的妈妈带伊到青雄大哥因家，大人伫咧无闲捡米，囡仔人当然就是负责娱乐节目，唱歌给大家听。哆嗦，大家好。我是乐乐，
我的爸爸是日本人，我妈妈是台湾，我喜欢唱歌。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在这里，在这里，我的朋友在这里。大山大山，你的鼻子怎么长？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在乐乐小歌手这么美妙的歌声过了后，我们的语言模式要为台语换成国语，我们的思考模式也要切换，从地球人切换到外星物种，这是充满挑战的一集节目内容。因为大米邀请到的两位来宾是连我自己都无法捉摸的外星物种，虽然他们的外在形体是一般人所说的西吉纳宝国中二年级生，但是他们的思维与表达方式都泄露了异于常人之处，而且他们都是曾卡吉娜，很会玩也很会读书。至于到底是什么身份，你知道的，外星人爱耍神秘嘛，目前不能透露太多。欢迎克利与罗欧，从今天起决定以定勾机的方式在本节目不定期出现。砸火星的高等生物克利，遇上地球演化亿万年存在于各种低等生物的高等生物罗欧，蹦出了爱情。哦不，是激烈的火花，展开了一连串的唇枪舌战，现在开战。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克利罗建国基。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地球的罗欧，高级华盛顿大学，华盛顿专门培养精英罗欧的地方。从普通的罗欧，然后转换它的属性，就会变成火焰罗欧，还有蓝闪电罗欧，还有雷电罗欧跟暗属性的罗欧，化身成为福寿罗。所以福寿罗整个都是我的族群。啊，所以就是你上次那个被捕击的那个东东嘛？对啊，虽然我们可以一直再生、再生、一直再生，但是我掌控整个小农。对啊，我太厉害了。好，我是在火星的克利恩，我在火星呢读的非常高级的火星大学，然后因为察觉到地球有异象啊，有一个叫罗欧的一个某个外星生物打算侵略火星，所以我被大学因为是第一名，所以被派来地球来征服地球，想要消灭他的邪恶计划。那请问来自火星的克利，你们有年纪吗？其实你可以学地球人说话。抱歉，忘记转换语言了。好，你请问您刚刚说什么？我说，请问您生活在火星有年纪这件事情吗？有。哦，那您今年贵庚啊？我今年是，让我算一下哦，还可以用手指头掐指一算。大约是十的三方的四方的五方乘六乘七的四方的五方的立方的四的平方，大概再乘二，大概这么多岁吧。OK， 我希望有听众能够听到，然后算出答案的时候告诉大明一下。我们答案是十三。啊，十三岁？对。为什么？为什么？你决定的就是。对啊，差不多。请问一下，火星的生活跟地球的生活，哪里你比较喜欢？我不知道，我还没来地球生活过哎。所以你现在是附身在一个国中生的身上？对，我才刚来，今天是第一天。哦，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持续用一个真的在跟火星人对话的角度继续聊下去。好，混身在国中生的那个身体里面啊。你觉不觉得国中生也很爱玩啊，调皮，很有可能也会做出一些你以为应该不要做的事情。也许吧。例如什么事？例如这种事最好不要乱讲。怕得罪人是吧？
对、啊、火星人这么有礼貌啊，克里、对对对，是怕引起什么争端吗？要引起争端我们是蛮乐意的啦，只是目前我们还是对地球处于观察阶段，还 不想引起任何的争端哦、以免他自爆就不好了。不要让我们自爆，是你希望你们来帮我们引爆是不是？不要，我想要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环境，我不想收服一个废墟。哦，所以你来这里，你期待地球能够变成一个好的环境，所以你们想收服下来。对，如果是废墟的话，我看就当做我们的垃圾场吧。哦，所以你也会帮忙我们地球，让我们变成很好的样子吗？当然啦、像上次什么净滩啊我都会去啊，然后还有什么捡垃圾都会去啊。真的、真的啊。那可是你的敌人很多啊，因为我们破坏环境的人很多哎、对啊，这些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讲哈、如果有时光机一定把地球转回到原始时代嘛，看他们怎么制造垃圾嘛，真的是。哦，我好意外，原来克利不是存心要来毁灭地球，而是想要接收我们地球，但是希望先把它打造成一个很好的样子。当然，谁又想要垃圾呢？哦，当你藏身在一个国中生的身体里面，你有没有觉得要忍住自己的本来的身份是很辛苦，然后很痛苦的事情？嗯，很痛苦，对，很痛苦。因为像学校嘛，那个考试真的是我不懂学校在考什么，考那个就是莫名其妙的东西。虽然我都知道，可是为了不要太引人注目，只要考低一点点。引人注目会带来什么危机吗？嗯，就会，你知道那个在地球的那些媒体啊，真的是不知道在干什么东西，报一些没营养、没知识，脑袋不知道装什么的。然后就是一旦你太引人注目，你的生活就会完全的没有隐私。然后你去尿尿，大家会看；你交女朋友，大家会看；你丢张垃圾，你人家也会看。所以呢，就是不太想引人注目嘛。哦，那你说把成绩要刻意低调一点，不要考太好。但是台湾的升学制度就是逼着你一定要考到好成绩才能够有好学校，不是吗？那该怎么办？哎，这种时候呢，真的是就是要去找那个平衡点，非常的难。你不能太好，可是要好到还是可以进去那张学校嘛，对不对？哦，您好会拿捏那个平衡点啊！你这个能力怎么来的？训练出来的。谁训练你啦？老师训练我的。老师，家人也有什么特殊训练的方式吗？还是你自己？嗯。这种事就是人在这个什么困难的环境中，慢慢自然而然就会这个演变出一套的方法嘛，就是被逼出来的，被逼出来的。对对对，那跟你一样的人，你觉得有吗？类似的，也许有吧。什么样的人跟你会是比较合得来的？嗯，我觉得就是那种太乖的就讨厌删去，还有一个会打小报告的人滚开，然后那种就是一个太安静的呢滚蛋啊，差不多就这样了。OK， 已经滚的都差不多了。对，差不多差不多。然后大概在这个几分钟就水就滚了。什么意思？蛋就熟了可以吃了。你想吃吗？因为滚太多，对不对？对。好，就是为了避免一直那个大米接不下话，我们就换下一位。好，拜拜。请问来自地球的低等生物罗欧先生，我刚刚跟您的死对头来自火星的克利先生进行了一连串非常艰深的对谈之后，我希望可以了解一下、关于死对头克利是你的国中同学，你们的感情到底好不好啊？为什么每一次一见面就是吵架？是不是其实是感情好才会吵架？我发现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就是不是低等生物，是化为低等生物的高等生物。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很抱歉，我们这样刚刚没有好好介绍，污蔑了来宾。所以您是、不是地球人，但是是你可以再说一次吗？我是在地球那个发那个演化那个千万年那个亿万年的生物，然后是化为低等生物的高等生物。因为如果是高等生物的话，很容易被抓去解剖研究，所以需要小心一点。所以就选择低等生物，对，化为低等生物。那有什么目的吗？只为了繁衍，只为了存活在地球吗？就是偶像明星啊，又是出去啊，就是什么事都没，什么那个什么变装都没有啊，一定会被粉丝追，对不对？这是那个同样的道理。哦，就是害怕自己变成过街老鼠，不对，害怕自己变成被人家注目的焦点。对，那这是为了什么呢？很多人都想红的啊。
但是红了之后，你那个就会被，因为我们不是人类，所以没有人权，所以我们会抓去研究，然后就数量会锐减，虽然我们还是很多。哦，那又何必选择那种人见人恨，尤其是农夫最恨的福寿螺呢？因为那种生物通常生命力是最强的。哦，生命力最强，所以为了生存下来不择手段。生存下来，然后变多之后再变回来。假如你一百个，你是一百个高等生物，你每年只能生出五十个高等生物。那如果化为低等生物，你就可以每年生出一百个那个低等生物，然后再变回来就变200个高等生物。所以这样是繁殖速度比较快的。哈哈，我刚刚有小睡的片刻，你刚刚有一直变来变去，我听不懂呢。那你会不会觉得你？在你的这种高等生物的脑筋里面的一些话，其实我们很多旁边的，就是一般的人类会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就是因为逻辑的问题，所以聪明的人总是孤独的。大米有严重被打枪的感觉，但是我懂他是在赞美我人缘很好，我并不是很孤独。所以，请问罗欧先生时时刻刻有孤独的感觉是吧？因为就是，虽然有时候那个克利那家伙智商会变高一点点，跟我们，可以听懂他在讲话，但是之后他会马上变回去了，所以，偶尔会感觉到有他的存在。哦，偶尔感觉到两个人可以交流，但大部分时间两个人还是针锋相对的。对。但是你不只是现在是一个国中生的形象，就即使再高等的灵魂都好，反正现在只是一个国中生的肉体，然后而且你还生活在农村，你有时候可能还得下田，对，这些事情会不会拘束了你想要发挥啊创造的一些机会？其实我有的是时间，所以并不只在这个时间可以发挥，我处处可以发挥，因为现在这个地方虽然受了拘束，不过我可以在别的地方发挥出来。例如你在哪里试着有发挥看看？太多了，然后可能是做了一些特别的事，不能随便暴露出来，是吧？这是一件秘密的事情，像是那个，昨天有一个那个克利族群的一个那个部落首领被我暗杀掉了，这件事情就不能讲出来。可是你已经讲出来了，请问你暗杀他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呢，就是这是一个原理，就是一个水柱。没什么那个杀伤力，但是说把它加压呢，又快速的通过，它就那个发挥出非常大的力量，然后把它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管子里面，然后瞬间高压水柱射出来。哦，那我可以关心一下，是有发生命案还是？尸体里面有清理掉，到现在警察都还没发现。啊，好，希望这集节目播出之后，不会为罗欧先生导致有警察找上门。谢谢你。接下来就是这两位高级外来种生物 PK 的第一道题目，你认为外国人学台语比较难，还是台湾的国中生学台语比较难？大米想告诉所有的听众，这个问题他们事前都不知道，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这两位即将升上国中二年级的学生会怎么回答呢？首先是地球变种生物罗欧的回答。其实都应该都各有各的天分，因为国中生大部分都会在学校骂骂脏话啊，就是什么那个台语就是会先学脏话比较快，然后外国人就是会先学比较专业的术语啊，就是一些以前古早阿嬷阿公的在说的那种，例如监狱啊，你会说吗？对，监狱好像叫做嘎嘎，应该比较少人会吧，对不对？再来，我们听听火星来的克利看法如何？关于这点呢，我自己觉得罗欧说的对，可他的观点完全的错误了。这个呢，我觉得应该是自己想不想学，然后跟环境有关。像是你看嘛，我的部下呢，在台湾台语，他在台湾就学得很好，然后想学英文跑去英国就学得很好。可是有一个想学英文的人跑去台湾，然后当然自己的英文就学得不好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跟你自己想不想学，然后还有在哪里有关嘛，对不对？像一个来台湾的美国人，在台湾住很久，如果跟那些老农，就是跟一些在台湾的人生活，当然学得很好啊。可他如果跑去大都市讲国语、讲英文，他怎么可能会学台语嘛，对不对？你说，我说了，这个议题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哎，等等等等，你还没回答我哎！我说天分对你全部想学，其实根本不重要，只要你想学，你就可以学的会。你要跟天分有一点关系呀、啊？啊，就有一点点那个0.0000一百个0%吧，我看。因为其实你有天分，可是你不想学，你又怎么能学得会呢？对啊，所以呢，你要有天分，也要有心，懂吗 ？Understand， 先生。啊，不好的事，我觉得天分其实根本没有用的。我觉得只要你要有心，有没有天分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就像是之前那个没有不可能，只要我愿意。但是所以你看嘛，这就是有心啊，这个天分有什么关系？你说啊。但是你不试试看，你怎么知道不可能？所以还是跟有心有关呢、啊。那你试了之后还是不可能怎么办？啊，你再继续试啊。那我觉得、啊、你去那个悬崖上跳跳看，会不会飞起来？试个一百次，我在下面帮你用那个网子，你让你网子用那个有可能会烂掉的那种网子。可是你知道吗？像那什么达文西啊，像他不是发明了那个翅膀吗？如果我们学他，搞不好有天分也可以飞啊。对啊，所以要有天分啊。也许不用天分，我们可以自己用，只要有心，然后就自己去那个做出一个像翅膀的东西啊，那个天分又没有关系。你去做啊。可是我并不是达文西，我做不出来。所以还是要有天分啊。可是如果达文西有天分，如果他没有心想要去做的话，他做不出来啊，搞不好永远一辈子只是当一个扫地工、扫厕所的啊。对啊，所以我说天分跟有心都要啊。好好好好，不要吵了，举个例子吧，克利，你先说。像是我就说嘛，有心一定最重要。像是你知道吗？那个很久以前呢、啊，你们那个地球人曾经有一个人写出什么圆周率嘛，那我觉得好好玩哦。你们竟然想得出来那种我们随便写都写得出来的东西，就说来背背看嘛。然后因为我知道我的记忆没有很好，因为我都可以直接写在纸上，然后直接抄在纸上的，所以我就想说背背看。然后我很有心，我就用力去背，然后我就真的背了很多很多的位数。来，请问来背一段看看。啊，要背吗？你确定？好吧，你看我讲了，你确定你听得懂吗？确定。好，准备要开始，3、2、1 ，Action！ 3.14159265895893846268327952288419716939936666，后面我就忘记了。哎呀，你这废物，你不是说随手都可以写下来吗？啊，我没有说我会背全部，先生。我没有要求你背全部，我只要求你背100个数字。啊，那你说你有天分，那你可以做什么？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分享吗？你说啊，你根本没有天分可以说啊。天才总是孤独的，所以我没办法跟你们这些凡人沟通，没办法，我讲太多你们还是听不懂。那罗欧，你说说看啊，福寿罗有什么天分呢？福寿罗天分能做的事情就是在那个闪避苦茶破，把那个稻子吃掉，然后就是在西部的时候有狼王，那个狼王就是领着狼的手下去吃那个鸡啊牛，那个西部那个农场的牛或鸡，然后那个猎人就在上面涂毒药，然后就避开毒药的地方，把那个就是普通新鲜肉的地方吃掉，然后有毒的地方留下来，然后就是要填饱肚子又要避开毒药，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就是你不懂的那些问题。所以我跟你讲太多，你还是不会懂的。抱歉哈，我这个高等生物是不懂你低等生物的东西哈，抱歉抱歉，实在对不起啊啊，我抱歉我抱歉。你实在用了太多反讽法，我真是太佩服你了。不急啊，一只蟑螂被打死了怎么办啊？好恐怖哦！但是好像再跑出了一只蟑螂。不急，又一只福寿螺被我捏死了怎么办？好恐怖哦！但是将来还会再跑出十只福寿螺。算了，今天我要去打福寿螺了，我们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拜拜。你还是再怎样都打不完这世界上的福寿螺。Hello， 大家还在听吗？这两个人一直不羁不羁，显然是中了田文社社长 Over 的毒。因为 Over 在第二集的节目中曾经说过，他最想跟福寿螺说的话就是不羁。至于原因是什么，请大家有空可以听听看第二集节目就知道咯。但是回到今天，克利与罗欧定勾机，从开始到现在，对大米还有对所有听众而言，应该都是一种考验，也是磨练吧。相信大家都明显感觉到这是一场很激烈的脑内体操训练。不过还没结束哦，不可思议的事情来了，克利与罗欧仍然要面临本节目的终极必考题，他们会怎么回应呢？田里可不可以尿尿？基本上我们星球人是不会尿尿的，我们只要用泌尿系统，虽然不会尿尿，但是直接从那个身体排出去。我们其实没有马桶这种东西。
我觉得你这些地球人呢，跟你住在地球一样啊，真是太没有卫生了。首先呢，妨碍风化，人家看了都脸红心跳，真的是，而且又丑又不好看，没有人想要看这边尿尿，真的是。再来呢，万一一个不小心逆风，啪，发生的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哎，真是不知道这些地球人在想些什么啊。而且地球人呢、啊，在田边尿尿啊，因为没有人想看，所以他就可以放胆的尿尿。可是你又知道没有人在看，搞不好旁边有一个路边的什么摄影机啊、监视器啊，偷偷拍着你啊。还有一个什么那个在田里面长那个大米啊，也是有长眼睛的啊。这个议题就讨论到此为止，好，谢谢大家，嗨，拜拜。是的，我就是那个长在田里还有一双眼睛的大米。如果您听节目听到这里，我真的很佩服你，非常非常不容易。本集节目是柯莉与罗欧这两位国中生的第一次广播秀，没有脚本，无法预期结果。直到这一刻啊，说真的，我也有一点佩服自己，又更懂他们一点点了。如果你听完之后很想对柯莉与罗欧订勾机下战帖的话，就尽管来吧，欢迎来信或留言，不管是吐槽或鼓励，我相信这两位埋伏在深沟村的外星物种没在怕的啦。谢谢你今天的收听，下个礼拜见咯，拜拜。本节目没有固定形式，没有固定来宾，但是每周六中午12点固定播出。网络收听品质有好有坏，收听时请详阅操作说明书。